ABCDE 正方形圈起来，哦，正方形，因为讲正方形的话，这个它的每个长度都应该是一样的吧？哦，长度都是一样的。OK， 那其实我给你的建议是，你有很多方法了，当然你可以假设这个什么，它的长度每个都是 A 啊。那我这边的话，我告诉你，我就偷懒嘛，因为这个一定是一样的概念的，所以我们假设这里的 A、B、C、D 有没有它的每个边，我们假设边是10好了，好不好？这个是10。所以如果你的 A、B 是10的话，代表你这个 B、C 啊、A、B 啊，通通都应该是10，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甚至于连你的对角线，这个你都可以让你算出来。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就想看这个问题。我画简图给你看一下，就知道我讲什么意思了。如果这是正方形的话，他说我把这个线对角线有没有把它折起来？你把它翻过去，求你翻过去之后啊，那个这个虚线有没有这个 CM 跟这个 AM 啊？我可以跟你讲啊 ，CM 跟 AM 的话，其实说穿了，肯定是这个对角线这个里面这个垂直的部分。你听懂我要讲什么吗？我说如果这里我按照我这边画的话，这里是 AB。C D， 你看错了什么？我这个 A 把往上翻，把往上折，就变这样子图了嘛。那 B D 的话，很明显，如果我根据说，我假设说这个长度是十的话，这个 B D 其实已经找出来，就是十根号二。然后我讲重点是这个 C 这个东西这个点妙，这个其实是你的 A， 因为这肯定会垂直，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已经画好垂直的部分了，所以你的 A M C 也跟着根本就已经找出来了。现在重点是那个 CM 比较难，哎 ，AC 比较难找，为什么？因为 AC 是跟着你的那个折的那个角度有关系，所以你要利用这个去把它算出来。好，所以关键是在这个 AC 的部分，这里。好，那这边的话，因为我已经知道它是30度的嘛，所以我可以利用那个余弦定理，好，先去算。所以请问你 cos 30度等于多少 ？cos 30度，我们假设那个 AC 是 x， 好不好？啊 ，AC 是 x。所以呢，它就等于两倍的 AB 乘上 BC， 那是2乘以10乘以10，好，乘上，分之多少？分之10的平方加10的平方减掉 x 平方，好，你去减 x 就可以了。好，那这个大概就是 cos 30度等于二分之一嘛，对不对？乘过来就变成100，所以100就等于100。加100减 x 平方，那 x 平方就是100啦，所以 x 就等于10，哦 ，x 就等于10，所以你的 AC 呢就解出来了。我写错了，对不起，这里应该是二分之根号3吧，哦，所以呢不好意思要改一下，这里应该是二分之根号3，所以这里应该是100根号3。所以呢，你计算结果应该是等于200减掉100根号3，哦，这个留下来就好了。所以 x 平方会等于200减掉100根号3，这个留着。x 平方等于200减掉根号3，这等下会用到，就是 AC 的平方这边会用到。好，然后呢，再来这个夹角就是我要的那个西塔角。好，那请问你西塔怎么算？就是用 cos 西塔。cos 西塔呢，就等于又来两倍的 BC 嘛，对不对？两倍的这个 AM 跟 CM， 所以等于两倍的 AM。刚才不是算出过了吗？我刚说这里不是十比十比十根号二，所以刚好这一段呢就是五根号二，这段也是五根号二，所以相当于两倍的五根号二乘以五根号二分之五根号二的平方加五根号二的平方减掉这个就是 AC， 就是减掉 x。那 x 平方你算出来了，所以你根本不用算 x 等于多少，哦，所以结果呢就等于，我看一下，等于100，哦，分母是100，然后分子的话呢，五根号就是50嘛，50加50就是100，所以等于100减掉它，减掉200加100根号3，哦，所以化解结果等于100分之。这里变成的是100根号3减100，
好，除一下，所以答案就变成了根号三减一。好，根号三减一合不合理啊？根号三减一合理啊？为什么？因为我的 cosine 西塔应该介于一到负一之间嘛，对不对？好，所以它答案是根号三减一。而且事实上，我看这个角度的话，我们看它应该肯定是锐角，所以是正的。哦，这也合理。OK， 所以答案就是根号三减一。所以第一个答案算出来，答案就是 cosine 值就是根号三减一。答案看起来不错，那是 OK 的。好，那球面积的话呢？面积怎么算？面积就是一样，长这个面积不是十嘛？就是十乘上根号三减一嘛，对不对？就取绝对值就好了。哦，取绝对值，啊，当然还是一样，所以答案就是十根号三减十，哦，平方单位。OK， 好，是答案。